为了确保国庆期间彩灯开放活动安全顺利进行，9月30号到10月3号每天的下午3点半到晚上11点半，申城的部分区域道路将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。机动车交通管制涉及浦西、浦东两个维和区域，非机动车交通管制则在浦西靠近外滩一个区域。另外呢，地铁南京东路站将会关闭，另外有84条公交线路将会停驶或者缩线分段绕行。那出行的市民也请您提前了解详细的情况。